见面好了。今天新田带来的就是他热爱的，对这一瓶，我其实那时候用了大概3天就有很明显的感觉。3天？对，3天。首先，因为当然它味道非常好闻，我觉得这样子好不好？味道真的很香，我都到处拿给别人闻。那个，我可不可以请我们看戏的美容顾问帮我一个忙？我们让现场的好朋友们一起来闻闻看这一款比基尼美体霜的味道到底有多好闻。对，因为其实很好闻，会让你心情很放松。对，然后你也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在涂抹自己的身体，就觉得花更多时间保养。你就每天擦完我的比基尼美体霜都觉得，哎呦，好香香，这边好香。对，那除了味道好闻之外，然后它其实很有很明显的功效，就是紧实。大概用3天而已，我就会觉得自己可能本来在活动中会觉得手臂有一点点松松的那种感觉，会明显的消除，会变得很紧。我告诉你为什么好不好？为什么？因为呢，这一款比基尼美体霜里面有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它叫做罂粟花的智慧科技。罂粟花，你知道罂粟花它厉害在哪边？它本身就是脂肪的杀手，脂肪的克星。脂肪看到它吓坏了，因为呢原本的顽固脂肪它会把它消灭它。对，所以就是很适合我对想要瘦的地方。更厉害的是什么？是它还有比如说我们的手臂，对我们的手臂要瘦身的话呢，就这个部位呢大概取10元到50元硬币的大小的量就可以刚刚好了，所以很省。你看一瓶这么大罐，是的。所以老师现在手上已经取了10元的量了，对，在手上。那首先呢第一个动作就是回温，回温之后我们把产品涂抹均匀之后，是涂抹均匀之后呢，这时候呢重点就来了，我们利用呢手呢握拳指关节来刮我们的一个深层脂肪。那所以是要由下往上刮。对，由下往上这样子刮。那这样的一个部位呢大概7到10下它就可以完成了。那接下来呢我们来针对我们腹部的顽固脂肪，是那同样的一样把产品涂抹均匀之后，对，然后回温画圆圈按摩，新田刚刚讲没错，对，顺时针的方向画圆圈按摩，好，吸收之后呢，一样握拳，握拳之后也是由左开始，这样由下往上，由下往上刮，由下往上刮，这样子。是，你知道我一直在观察新田因为他是名模嘛，是。他刚刚你帮他擦手臂的时候，他很时尚，就是一个名模 pose。然后我想说，摆肚子的 pose 你也可以很时尚吗？有没有看到？身为名模，就是他连按摩都要很时尚。是的，对。所以你刚刚讲有讲到逆时针不对，我们就是都要顺时针方向，然后由左而右这样来按摩，由左而右顺时针由下往上这样刮。是的 ，OK， 这样就完成了缩小腹了嘛，对不对？对，小腹也解决了。那再来就是要创造出我们的小蛮腰，小蛮腰的话呢，我们利用我们的手的这个弓形木头的地方，对，然后呢放在腰的地方，前后。滑行，一样7到10下，是，那其实每天这样做的话呢，其实我们的腰部曲线呢，其实就可以跟新田一样这样这么的迷人。因为冬天到了，腰内肉真的非常的肥美，我们要赶快消灭它。是的，所以呢，你要像新田一样，谢谢老师跟我们做这么精彩的分享，谢谢老师，谢谢。